咱台湾的职业篮球逼出拍假球的跋筊案，洪祥讲，唔拿球馆，还佫有教练，甚至佫有裁判嘛参与在内。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。新北国王执行长就表示 ，PLG 裁判拢有挂乌阿爸，通去追查判决的时间，规定是真透明，外界通当检验。台湾呢，台钢老鹰有公告讲，已经要求所有的职员爱签册结束，若是违反规定，就会随解除契约，嘛爱赔三年的薪水。那球协会嘛，拍算要招三个联名的相关人员去研究安那防止跋筊拍假球的机制。台湾篮坛继续涉及跋筊风波，况且有更加侪球员对这款甚至裁判涉及。前 PLG 执行长陈建州三十伫 IG 呼吁，希望所有人拢会当珍惜真无简单，才搭建起来的舞台。也强调 PLG 为立功立业，到立功立地球归去，有请 UFDS 监督比赛的。全球搅拌运用科技交叉分析防搅，这两季无增加到任何嫌疑。新北国王执行长陈信兴伫开会记者会也表示 ，PLG 的裁判拢有挂乌阿爸，会当追溯判决时间。透明化让球迷、让媒体朋友、让关注者都可以去检查。无温存任何涉及跋筊的代志。台湾的台钢大兴公告已经要求全队对这款签切结束，那违反会随解约，阁赔偿三年的总薪水。高雄专业海信表示，合约内有明定相关条文，最近也要求全队签诚信承诺书。那协副秘书长刘成忠表示，目前无一致性的规范，会伫在一月初一甲三联名的会议讨论。也会希望针对这一点，看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。就是大家一起，包含各队、包含联盟，都给这个更，等于给球员一个更严格的责任跟义务。那伫 PLG 拍球，敢会当买另外一个联名的云彩？张成忠讲，即马无规范甲遐尼啊油，也劳力讨论退休数，是伫三十一先调集，那协甲替换代表了解。职棒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当好好的一个模式跟平台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也是提醒，可能可以参照援引相关一个职棒的这样子一个防堵的一个模式。体育署表示，避免影响这个运动机制，未想过干涉，也过建议会当参考重视防筊机制，也是建立防筊基金信托。毕竟，张雄前期全力去拼，才对得起进场球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